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暑假快到了，为了让青少年朋友有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犯罪等伤害，基隆市警察局每年都会推出青春专案，但跟着时代的变迁，很多的犯罪手法也都日益推新哦。我们今天就为你邀请到四位专家，要带大家来解读分析一些案件，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还有家长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呢，是我们基隆市刑警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吕景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副大队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交通队副队长，我们的廖卫兵。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副队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少年队的组长林进群。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组长好。第四位呢，是我们妇幼队副大队长，我们的李慧煌。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妇幼警察队副队长李慧煌。副队长好。要先带大家来关心哦，今年度的青春专案其实警方很用心，每年都有不同的亮点，就是要鼓励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我们要请教进群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度的活动。是，谢谢主持人。就是说每年的青春专案，就是在学生在放暑假的这两个月，是每个县市政府跟每个县市警察局的重点工作。为什么要执行青春专案？因为在暑假期间，学生不用到学校，有两个月的暑假的期间，那我们要避免这些学生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或者是家长在家有可能去上网，或者连接一些不当的一个网络啊，或是网络被啊等等这些。那所以说，我们每年在青春专这两个月会有一个执行的主轴重点工作，包括一个查缉类的，包括宣导工作的。那我跟各位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像我们今年，我们基隆市警察局在执行暑期青春专案的执行面里面的重点工作，第一个就是说净化少年一个成长环境，第二个就是防止少年被害，第三个就是扩大预防犯罪宣导。那在净化一个青少年一个成长环境，我们都知道现阶段的一个学生在外面的诱惑很多，包括网络啦、社群媒体等等这些。那如果说在这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家长没有特别去关心自己的小孩，那可能他有一些出入比较一些，我们认为一些比较不妥当的场所，这些不妥当的场所包括我们说夜店啊、网咖啦、KTV、撞校长这些，那可能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包括我们之前有查缉的这些贩卖毒品的这些毒贩，或者是说等等有一些组织帮派这边吸收少年从事不法等等这些场所。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境外一个妨碍少年一个成长环境，在现阶段在执行暑期青春专，这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核心工作。那第二个就是在防治少年被害部分，因为我经常有到这些社区学校或者是一些民间企业团体去宣导去演讲的时候，很多的家长跟民众都很关心说自己的小孩或是包括自身他在外面的安全，尤其在暑假青春期间，我刚才提到说学生可能就不用到学校去，在外面时间比较多，那家长往往会很担心，那我小孩这两个月如果在外面，如果说比如说夜归啊，走在僻静巷弄啊，或者是一些处所啊，可能有一些人身安全的威胁等等这些，那你遇到了该怎么去处理？遇到了应该怎么去面对、去解决？所以说，我们经常在一些场合去宣导、去跟提醒民众注意到这些。那第三个一个比较核心的工作就是预防犯罪宣导。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我们暑期青春会规划什么活动？那等一下再跟各位做介绍。那在除了这些一个重点的一个主轴工作之外，我们有分两类，就是一个查缉的跟宣导类。查缉类就是说，我们会在暑期青春专案期间，我们基隆市警察局会规划一些临检、路检，还有一个扩大查抄的执行的勤务，包括结合市政网络单位，比如说社会处啊、卫生局啊、教育处等等些，我们会联合稽巡到一些特定的场所，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夜店啊、网咖啦、KTV 等等这些，看是不是有这些青少年学生，比如说深夜零到五，会在这个处所哦，这是不允许这些零到五哦，这些店家不能让这些少年在这个店家里面去消费、是逗留等等这些。那所以说我们在查缉类的话，可能会有针对这些勤务做一个公示勤务跟一个宣导类的部分。那在查缉类的话，我们会大概会把重点放在这四大类，第一个就是毒品，毒品部分可能就是去查缉这些有没有一些不法的这些成人哦，去贩卖这些毒品给这些少年等等这些，或供应这些少年哦有这些毒品的部分。那第二个可能就是针对组织帮派，因为也知道说有一些场合或是说有些不法分子，近几年来我们透过一些报章杂志或是报章媒体会知道说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少年帮派哦，在一个各县市或是在我们本辖里面，有些少年帮派会出入或做一些违法勾当，比如说去暴力讨债，或是担任车手或一些不法的情资等等。我们警察局也针对这些少年帮派有锁定一些特定的对象，我们持续都有去在做一个访查，或是说有些公司勤务针对这些少年帮派的部分做一个查缉。那第三类就是说可能会针对这些车手、少年车手或是诈欺类的案情呢，做一个加强，在这属于轻伤做一个加强查缉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在诈欺的部分，在我们全国哦，全国各县市，我们都会有把这个诈欺，尤其少年从事车手这个第一个重点中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就是国内的一些民众啊，或者学生啊，可能会被诈骗的案件有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的面向，我们除了做一个大的一个数据、大的一个资料库去分析这些诈骗的类型之外呢，我们在这两个月轻专案特别针对这有位学生有去打工啊，或是担任车手，他认为说他可能要价值观念一个偏差，他认为是说我要用工时短、工资高，或者要去跟人家提领个钱，交给我上游或交给这些车手头的负责人，我就可以获得一些报酬哦，跟几千块、几万块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也经常在一个学校、跟教育处、跟教育端去宣导说，要去让这些少年学生一个偏差行为要做一个改变，不能认为是说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可以获取这样的钱，大家都想要去做，同台之间可能会影响到。所以说，第三个一个查缉重点就是在诈欺的部分。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性犯罪的部分。这性犯罪的部分可能有包含就是性剥削啦，或是说性私密影像，哦，性剥削大家就知道说，在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他可能这些少年啊，可能就会散播他的不雅的相片、甲传给乙，乙传给丙，用散播的方式，在一个社群媒体、脸书等等，或是其他的方式去散播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说在性私密影像的部分，就把就是之前前几年有一些案件啊，在社会上大概国内的民众都相当关心这样自己的个人的隐私，可能被偷拍、被散布等这些。所以说，我们这四类一个查缉类的重点，也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在这暑期轻专案要规划，然后则由我们直属队还有各分局针对这四个面向，做一个重点是一个查缉跟勤务的规划。那另外在一个宣导类的部分，大概有这六大项。我们这宣导类就是说，要去提升这些学生或民众在这个你们在预防被害的部分，你必须要有这个预防的概念。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形，或是说遇到，比如说我们在防治这些毒品的部分，要让学生、让民众知道说毒品的对身体的危害。目前现阶段的毒品的太阳，因为我们第一线的一个勤务同仁在查缉毒品这些同仁，好像比较有这些经验，可以跟民众跟家长来在这段时间做这样一个强化的一个宣导，比如说在毒品或是电子烟的部分，还有少年辅导先行，在去年七月一号开始实行的少年辅导先行，就是说避免就是少年因为有一些偏差行为就进入到司法阶段，去扩大保护少年。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预防的意识跟观念，要让这些家长跟学生特别去注意。那第二点的就在预防面的部分，可能会提到这些组织帮派。因为有查缉有一些不法的，比如说我们也针对加强一些镇头公庙，哦，当然这些民俗活动的推展是好的，但是有一些学生在参加这些民俗公庙或是镇头的之类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不法的一个连结在里面，比如说提供毒品，比如说去请他去讨债等等这些。所以说我们在这预防面的第二项里面，会针对这些组织帮派的部分再加强做一个宣导。那在第三项就是说，像这些防止这些少年哦沦为诈骗集团的一个车手，很多的少年的观念是他的法治观念是很薄弱的，他认为是说我未成年，那我如果今天做一件事情，可能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等等这些，那可是背后他也要所负的一些民法责任啊，比如说侵权行为，如果被害人他主张他的钱被这些少年提领走被骗了，那可能由家长可能要出一个损害赔偿的责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我就有六大项的一个宣导主轴，必须要让家长跟学生很清楚的知道这些预防面的部分。那在第四个预防的面向里面，当然就是我刚才在提到说查缉类的部分，有一些性犯罪的部分，可能会
儿少性剥削啊或性私密影像的部分，这是我们一个宣导的一个重点。因为很多的这些青少年的一个价值观念的偏差，或他认为是说身体的隐私的部分，他认为没有什么，他可以很容易的就散播去让别人去观赏，这些用这些去换取其他同价的东西等等这些。那他第五项一个宣导一个强化作用，就是网络安全一个观念。我们之前也经常在宣导这些家长，要特别提醒自己的小孩，你自己的小孩在网络的群组，他上什么网络，在看什么东西，他是用网络在交友等等这些。因为我们常常发现到，我们这几年在侦办这些儿少的案件，往往发现这些犯罪的行为都透过这些网络上不当的连结。比如说他看到这个网络，我这个在网络，我甚至可以去勾稽到说，我可以去买一些毒品，或是说去买一些不法的违禁品等这些。所以说，在这网络安全，我们要特别呼吁家长，真的在这两个月时间，因为刚才提到说学生可能不用去学校，他在家里上网，那家长要特别去关心他自己的小孩，他上哪个网络，哪个社群媒体，他用网络在做什么东西。所以说这些网络的安全的概念也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特别要去提醒，尤其是游戏点数。我之前在世新大也接办过游戏点数诈骗的业务，我也是办过一些游戏点数的一个案件。所以说这些游戏点数就是说后来就是很多的一些用诈骗，他可能说比如说要去汇款，这样他要你去超商买这个游戏点数，买游戏点数把账面跟他讲，然后当然我们都知道账面跟他讲，那钱就被骗了嘛，就那个账面的点数被取走了。所以说这部分在第五项一个宣导的面向，特别要去加强这些网络的部分。那在第六项就是说少年深夜容留，我刚才就讲到说有时候因为不用上课，他可能是晚上睡不着，跟几个朋友相约，我可能到一些特定场所，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夜店啊、网咖哦，深夜之后去的那些，那店家如果我们去规劝，就不禁止他进去。如果说在里面有很多一些少年事件发生，我们之前也是办过一些案件，可能在打网咖，可能互相肢体的碰触，引发口角引发一个打架的事件。我们知道近几年来一些少年聚众斗殴的案件也有增加的趋势。那我们当然在防治面的部分，除了在暑期青春专案这两个月加强针对少年聚众斗殴、少年打架事件一个方式外，我们也跟教育处、跟消费做一个连结，希望说他们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有这样，如果一个情事话跟我们警方讲，然后透过这网络之间的连结合作，然后达到我们这一个宣导面的提升。所以我刚才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讲的，就是我们在今年市警察局在规划这些青专的重点工作，除了这些核心工作，还有一些查缉面的、执行面的。那当然我们在预防宣导部分，像我们也会做一些像一些去电影院，我们今年也有办一个亲子电影院，邀请家长跟小孩一起，我们在夏天很热，就可以到电影院去欣赏，透过看这个电影，我们有一些宣导的活动。那我们有一些大型的跟各局处有合办的大型的，比如说亲子营啊，或是说一些净摊啊，或是说一些我什么拍摄一个宣导的影片，透过多元活泼有趣的一个方式，一个在这两个月规划，我们跟市政府还有我们警察局各职务队各分局都规划一些就是让青少年来参加这个宣导的活动，就是提倡这些少年一个正当有益的活动，避免说他因为不知道暑假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去除了打工之外，就是没有事可能会逗留这些场所。我们就提供这样一个宣导的一个有趣的活动，让青少年跟家长一起来参加，然后从这参加的过程之中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兴趣，那将来他们在学校又会可能参加这个社团等等，把这些多余的一个精力再用在一个运动或是说一个休闲类之间，避免他们是说就是除了课业之外，他们如果对科没有兴趣，他们可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刚才讲替别人去讨债啊，或去当厕所啊等等这些不法的情事。这也是我们今年警察局在规划查缉面跟宣导类，除了办一系列的一个活动之外，也可以观众朋友可以到我们警察局的网站去看，我们都有一些活动讯息会在这网上做一个播放。是真的，就是青少年朋友其实暑假如果没有好好规划生活的话，可能都会面向比较多的是去打工这件事情。那打工这件事就非常的重要，要先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就是打工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面向才不会被骗上当。
学生想打工，听说要先办卡，还要先买东西。瞎腿，有的还要先缴钱，要缴证件，要缴信用卡。哎，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就可以领3万块。这是什么工作啊？怎么这么奇怪耶？小心有陷阱。让我告诉新鲜人，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三要准备及七不原则，不让假讯息危害你。要陪同或告知，江湖险恶，请亲友陪同哦。要确定，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要存疑，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不缴钱，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不购买，又不是参加购物团。不办卡，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不签约，别傻傻的被卖了。不离身，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不引用，是去应征不是去聚餐。不非法工作，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多念几遍，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打工才会有保障啊。中嘉集团关心您哦。哎，真的，就是打工的陷阱真的很多。我后来看一下，搜一下那个网络案件，哇，发现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我们的吕警发副大队长，跟大家分析一下，要提醒大家观众朋友，不管是家长还是要打工的青少年朋友，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有没有什么样的陷阱要注意？好的，因为暑假期间是青年学子这个打工的旺季啊，那要避免这个学生啊，避免这个求职被诈骗，打工被诈骗。我想首先你要了解一下求职诈骗它的大概的类型，你有这个概念以后，你求职的状况如果有碰到这个状况的话，你就可以大胆的认定这个就是诈骗。我想第一个诈骗集团，它常常会透过报章杂志或者是网络的讯息刊登这个求职的一些这个讯息，然后他会以设定这个民众新转的名义来骗取你的金融账户以及密码。当然这一部分你被骗取以后你就会沦为人头账户。那第二部分就是说，你去求职的这个雇主如果要求你去取款、汇款或者是面交相关的金钱给一些没有办法查证身份的对象的时候，你应该要明确的拒绝，因为你如果不拒绝的话，你就有可能变成是车手。那第三部分就是有时候刊登的求职广告，他也会用其他的话术来骗取你的相关的一些保证金那第四个就是标榜这个出国海外打工这高薪免经验，而且这个保证月薪5万，甚至更高，可以达到20几万，这个都是很多都是属于诈骗的讯息。那在这边我提供几点，就是我们这个小孩子在求职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你求职的公司的性质还有工作的内容，你一定要很确定。那第二部分就是公司的资讯如果是不完整，或者是工作内容太过于轻松，明显很不合理的话，你要存疑。那第三个部分就是面试的时候，你应该请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来陪同到场。那还有以下几点呢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这做求职的部分做一个参考。第一个，合法的公司它征才不会透过个人的讯息来发送这个求职的一些讯息。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听从任何的指示申办你个人的金融机构甚至你办一些网络银行约定转账甚至把你的这个金融账户跟那个转账的一些密码都交付出去。我刚前面提到，你有可能就沦为这个人头账户所以账户的部分你一定要妥善保管。另外就是对于网络征才这些公司你一定要多查、多问、多存疑面试之前你应该可以告诉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甚至请求家人朋友陪同你一起去面试的。另外就是针对海外求职的部分如果说有碰到这个海外求职疑似诈骗的部分，在这边这个我国驻外领事馆都有提供这个急难救助的这个电话0800-085-095民众遇到类似的诈骗的情境的话，都可以寻求来协助。那像两年前的台版柬埔寨的案例实际上它就是以假求职的状况骗取民众去求职以后，然后拘禁这一些求职的民众，然后强迫你去申办相关的金融机构拘禁你，然后使用你的账户，然后去榨取其他
民众的这个钱财，所以以上几点呼吁提醒民众注意。是真的，就是要记住三要原则，要来自保。那说到青少年朋友打工，真的是危机重重，陷阱很多。但是只要看到那种金额太大的那种，然后要付出很少的，那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真的是很重要。所以你只要抓准这个原则，那打工呢，记得所有的该要的证件都要放在自己身上，然后账户不要随便给别人，这是很重要的。那说到那个青少年朋友，其实就是血气方刚嘛，晚上很喜欢飙车，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最近居然有人把电动车改成燃油车，在夜晚飙车非常的吵。冒出白烟，车身震耳欲聋，仔细一看是电动机车。哎，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公布有人在百福车站前狂飙的影像，查获四辆改装车，其中有两辆竟然是由 GoGoRo 改装的拼装燃油车。本分局继23日破获电动机车 GoGoRo 违法拼装成引擎燃油之机车后，向上溯源追查号召聚众飙车之23岁陈姓犯嫌，拘提两名犯嫌到案，当场再查扣两台涉案车辆，全案依违反刑法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暑期将至，警方呼吁民众勿任意改装车辆或于道路上禁驶，本分局将持续针对改装噪音车及飙车行为强势执法，以确保民众生活安宁及用路安全。任意在道路上飙车将构成刑法公共危险罪，警方将持续针对改装噪音车及飙车行为强势执法，确保民众的生活安宁及用路人的交通安全。哎，真的，晚上这样飙车真的是非常扰民，而且不合法，而且重点是，哎，不管是怎么样都会被罚钱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队长，我们的卫兵副队长，跟大家分析一下青少年暑期深夜集结的危险飙车行为，是不是有什么样遏制措施呢？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各级学校啊，自6月中旬起啊，进入这个毕业旺季啊，然后也陆续准备都放暑假。那青少年利用这个周末假日深夜集结，危险驾车也将进入这个高峰期。那为了防止遏止这个青少年利用暑假期间来集结从事这个竞标、蛇行、持刀砍人或是打架滋事等这些高危险的危险驾车歪风蔓延，那我们警察局结合内政部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那针对这个青少年易聚集的危险驾车路段时段来妥善规划这个警力来执行，打击不法，积先防范，维护交通安全与治安环境。那这个实施的期程是自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那每周会择2日来执行，那时段会落在晚上的20点以后到凌晨的6点，会各实施来规划2个小时执行。那我们会依据这个辖区的特性分析报案及雨情的反应状况，来弹性调整这个勤务部署，那妥善规划警力在易飙车的路段加强路检巡守，那并和结合这个临近街坊的专案勤务来执行。那现在我们防治危险驾车是我们本局的交通重点工作之一，那结合第三方警政多元执法网络是当前的趋势，那我们警察局会除了常态性的规划防治危险驾车的勤务，那也会持续配合这个监理站环保局来做一个大型的稽查工作，那锁定这个非法的改装噪音车辆拦检取缔，那针对这个辖区过去发生或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这个驾车路段来严拟这个勤务的部署，那强化事前的防治事中的优势执法及事后的通知侦处来的作为，来展示这个我们警方的执法决心，那维护道路的交通安全及居民的安宁。对，真的，就是青少年深夜集结的危险驾车行为不但很扰民，而且真的会犯法。到时候我们再请教我们的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有哪几个路段是容易会
飙车的路段，那是不是到时候民众在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对，那除了这一个之外呢，我们其实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或者是在平常日有一件事情就是会上网玩游戏。那我听过一个案例，就是上网玩游戏本来不熟，然后熟了之后居然对方要求他就是坦诚相见，然后就这样拍照，那大家的不雅照就这样流出去了。那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慧华，我们的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踪骚扰法跟跟骚的异态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谢谢主持人。因为这个跟踪骚扰法这个是新的法令，那我想这个缘起是在2年前，因为屏东有一位这个通讯行的女店员，那因为追求，其实她是已婚的，那有一个客人追求，那追求就是经常跟踪骚扰，然后在店外把他撞倒之后拖上车带到空屋杀害。那因为这个案子，所以这个妇女团体就大声疾呼，那在那个时候就是修专法跟骚法，跟骚法来保护广大的市民朋友。那就是跟踪骚扰来讲的太阳，像大部分就是因为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跟踪，大部分是跟踪盯梢然后传讯息，那还有太阳五花八门啊，带定一些就是饮料啊物品啊，那甚至于送一些恐吓意味的，比如说金子，那有的会送什么私密物品，那这一些行为的目的，那无非是要造成被跟踪人他心里畏惧恐慌。那太阳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其实跟踪骚扰我们这样来看，它大部分就是以过度追求，对一个人的过度追求。那第一个一定要针对特定人，他跟踪要针对特定人，他如果不特定人，一下子跟这个一下子跟那个，可能这个就不符合构成要件了。第一个要针对特定人，再来就是有所谓的反复持续实施，如果今天是偶尔为之跟个几步走掉了，我想这个也不是构成要件了。那另外再来就是，当然了，这样跟踪骚扰的行为一定是违反当事人的意愿，这是很重要，违反当事人的意愿。再来跟踪骚扰，他这个目的来讲，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与性与性别有关。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因为追求，这个不分男女，男追女，女追男，或是同性之间，在这个追求性与性别有关，才有这个跟骚的适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追债的会去跟你，或是说甚至有一些新闻跟拍的，这个有其他法令的适用，妨碍自由啦、强制罪的信用，这个没有跟骚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使这个当事人心生畏怖，因为你想想看，你在一个工作场合或是说你的住家当中，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出现很容易破坏你一整天的心情，而且他出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危害你的行为。所以这五个太阳是跟踪骚扰法的构成要件。那跟踪骚扰来讲，事实上他刑期是定的蛮重的，那以一般跟骚来讲，一般跟骚他是告诉乃论行为，他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另外在这里特别提出的就是有持械跟骚，所谓的持械跟骚来讲，就是携带凶器跟骚，这个对当事人的危害是比较大的。那持械跟骚的部分，它就是非告诉乃论罪，而且它的刑度是定在5年以下，所以这个法令算是重刑，那借以保护广大的市民。是，就是不要轻忽这个跟踪骚扰，否则就会
被法令给绑住，对不对？就会服法受法，受到重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我们的吕警发副大队长，跟大家分析一下，经过警方的统计哦，其实目前民众最常被骗的诈骗手法前三名在基隆地区有哪些？是的，主持人。那经过警察局我们统计啊，近两年了、啊，就是这两年哦，警察局这边有受理到这个民众被骗的。那分析这个前三名啊，占比最高的第一名是假投资啊，假投资。那第二名是解除分期付款，第三名是假网拍啊。那这三种的诈骗手法，在这边跟观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也让各位能够了解。了解以后，你以后碰到了，就可以认定这100%是诈骗集团的手法。第一个假投资啊，假投资的诈骗行为，它常常会结合假交友。哦，常常透过 LINE 啊，或者是脸书社群媒体，以这个帅哥美女的图贴啊，然后邀请你加入这个好友以后啊，然后平时啊跟你嘘寒问暖，哦，嘘寒问暖一段时间以后啊，就怂恿你哦加入相关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网页，而且标榜这个所谓的哦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然后刚开始也会让这个哦这个被害人啊。常尝到一点甜头啊，陆续他还会再以哦一些话术啊，比如说哦你再加一点啊，再加一些啊，再投入一些保证金，你所有的获利的本金呢、啊、哦就可以出金，等到啊这个被害人啊在哦这个把他的积蓄啊等等的资金呢、啊、再投入以后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诈骗的网页或者是这个诈骗的 APP 啊就断讯了哦，民众哦才惊觉受骗，这一个是。假投资的类型，那第二部分是解除分期付款的部分，哦，解除分期付款诈骗的部分，主要是有一些网络平台的一些资安系统的漏洞啊，所以变成民众啊，哦，这个个资还有一些购买的一些哦这个商品的一些资料外泄，所以变成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个状况啊，然后这个以客服人脸的方式啊，拨打向被害人谎称啊，以话术啊，哦这个。跟你说，你这个因为设定错误啊，所以变成要求你到 ATM 那边去操作解除这个分期付款的设定啊，避免每一期都被扣款了。哦，这个是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手法。那第三个假网拍，它的手法主要是因为现在网拍的这个也非常的盛行，而且有年轻人这个透过网络哦购买商品的这种哦这个贪小便宜的哦这个心态啊，所以。常常会透过网络平台的购买，那这部分有时候就是他以低市价蛮多的一些商品啊，来诱骗被害人购买，然后你汇款了以后啊，他就消失无踪，让这个购买者啊，这个求偿无门了、啊。那这边是提醒几点呢、啊？哦，这个像碰到假投资诈骗的部分啊，如果你有接受到相关的讯息，就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或者是透过 LINE 群组啊。要把你拉入这个群组啊，哦，这个哦，教你操作怎么样去获利、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保证啊，这个就是诈骗，这个就是诈骗，哦，不用处理，这个就诈骗。那第二个就是解除分期付款的部分，它的手法不管用什么话术啊，它就是要把你诱骗到 ATM 去做操作，所以不管诈骗集团利用任何的话术，只要要求你到 ATM 去操作，这个就是诈骗，哦，这个提醒。观众朋友能够知道，那假网拍的部分就是，提醒朋友能够选择比较商誉良好或粉丝数比较高，而且具有第三方支付功能这种网购平台啊，也避免被骗。哎，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其实这三种诈骗手法在基隆最常发生，而且第一个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然后真诈财这一个部分，你知道好发地区第一名是哪里吗？安乐区。那要不要跟请那个副大队长跟我们分析一下？哎，民众其实哪几个部分被骗的是最大的？当然，我们分析的资料里面是以这个辖区里面的安乐区，当然是以七个区里面。哦，这个在本市里面人口数是最多，而且也都是以住宅作为一个类型。那或许因为属于住宅区啊，所以平时可能接收到这个相关的防诈骗的讯息啊，并没有那么样的充裕、啊。那我们这边是呼吁是说，相关的一些
哦，这个不管是警察局或者是相关邻里之间的一些治安座谈会，哦，如果民众有发现到这种疑似哦这种诈骗的讯息啊，都可以哦向110向警察机关来哦这个垂询，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的，哦，只要有存疑，你就拨打165去哦做一个相关的垂询。我想哦警察机关哦165专线的同仁都可以哦适时的哦帮民众来解惑，来避免被骗。是，而且刚刚统计下来看到，其实最容易被骗的年纪就是21到30岁，这都是占最大宗，就是这前三名。而且其中那个网络诈骗嘛，诈骗手法假网拍的部分，居然是中正区被骗的民众最多，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是你看到任何有利可图或是比较便宜，真的是要再三求证，不要被诈骗集团给骗了。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毒品问题。警察局呢，他们很努力在抓这个毒品哦，没想到就有抓到一个嫌犯，他学蜘蛛人逃离现场。三楼高的后阳台上，怎么出现一名男子急忙往另一个方向移动，每一步都走得相当谨慎，就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下去。民众看到还以为他是蜘蛛人，其实他是一名毒品通缉犯。事发在18日，基隆刑大干员前往大华一路住家进行毒品查缉，当时屋内林姓男子听到警方准备攻坚，马上冲到屋后阳台爬了出去，直接在遮雨棚上行走。男子随后跳下来往防火巷逃跑，不过警方早就在现场埋伏，将他当场逮捕。本局因侦办贩毒案件，溯源期间发现该林姓犯嫌见近期毒品上涨，为谋取暴利，囤积毒品低买高卖，与警方攻坚过程，竟闻声逃往屋后，至三楼攀爬雨遮，一路逃往一楼防火巷，为埋伏远景逮获，经带返住处搜索，查获毒品一批及罕见 iPhone 型折叠手枪一把。警方侦办毒品案，嫌犯为了逃跑，竟然学蜘蛛人攀爬，好在人事平安无事，警方顺利逮到人，将进一步调查嫌犯和毒品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哎，真的，毒品真的是防不胜防哦。我们要请教进群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年来的新兴毒品推陈出新，请问这些毒品是如何快速流窜到我们市面上？是的，谢谢主持人。新兴毒品我们又给它取个称号，叫做混合式的毒品。世界联合国毒品办公室给它叫做新生活物质。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毒品，其实它是药物被滥用。我们在一个毒品防治条例就很明确的跟我们讲，它是用在医疗效果，因为这些它是一个麻醉的一个医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规定是一个麻醉的管制药物，所以说它呈现有可能是颗粒粉末，然后这些药物都有一个特性，就是有成瘾性、哦危险性跟滥用性。那当这个毒品它把它包装成一个新形态，其实新型毒品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它是一个新的流行的一个东西，新的一个物质。这十几年快速串起的这新形态的毒品，对我们警方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它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查缉不易。因为这新形态的毒品，它可能包装一般民众家长可能知道的什么咖啡包啊、果冻啊、奶茶，它做成像生活上的一个零食。那当它做成这样一个包装的时候，它第一个会吸引青少年学生的注意。因为我刚才讲到说，这些本来这些麻醉管制药，它呈现就是颗粒嘛，这药嘛就是一个颗粒，一个粉末。当它把它混合在一个包装里面，可能有也弄一个咖啡包里面，可能有一种、两种、三种、多种以上的物质在这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大一个致命性的危险。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报道，哦，在社会上一个新闻里面有经常会看到说，有很多的这些民众或青少年学生不慎，或是说去试用这些新态毒品，都有造成一个急性中毒，甚至有休克暴毙的一个现象。那我刚才讲说三个特性就是比较查缉不易，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警方去临检的时候，看到这些青少年学生哦，或者民众桌上这些场所哦，比如说去夜店、去网咖，桌上有这些咖啡包啊、果冻啊、奶茶等等哦。那但是我们这样目测看，它是一个临时的包装。那假设说我们怀疑说，哎，这青少年之前有一个涉毒的记录，那我们是不是也请他提供这些？因为我们要用快筛，常看他有没有药物的反应。那如果今天这些学生民众他不
不提供警方做快筛，我们没办法知道他是不是有呈药物反应。那我们经过快筛呈现药物反应，我们要送检验公司去认定说它里面是含有什么样的物质，比如说二级毒品或三级毒品。所以它当混合在这里面有多种的物质呈现，必须要送检验公司去做。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会吸引青少年学员的注意。如果今天你说青少年学员，我们要拉 K， 你拿颗粒的粉末给他，哎，这是药，你叫我吃这个药，那这是 K 他命啊，哦，这是 K 他命啊。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些 K 他命，它把它包装成一个果冻，或是说梅子饼，或是巧克力心形巧克力的毒邮票，或是一些生活上的零食，那再透过一些缤纷色彩的一个包装，会让这些青少年学生很好奇，他想去试用。因为根据这教育部的一个研究统计分析，大概60%以上的青少年学员第一次吸食毒品，他的动机是什么？好奇。那如果说今天把它包装成这样的东西，跟这些毒贩贩卖毒品这些人，在这些特定的场所，他会流落到市面，就是说这些毒贩会提供这些场所，哦，比如说夜店、网咖、KTV、装修厂，他会说你要不要去试一下？他很可恶，就是会骗这些青少年学说这个不会成瘾，会让你飘飘然有快乐感觉，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就是这里面就有这种不明的一个成分，那可能有 K 他命或其他维他命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在查青少年学生大概60%的比例会很好奇，哎，看到这个蛮好玩的，蛮有趣的，而且这个包装纸的一个卡通的图档很炫，他觉得，哎，他就想说我去试看看，而且当时有心人或是不法的歹徒，他认为是用这去兜售这些青少年的时候，又用这些话术说啊，这个不会上瘾啊，不会伤害身体，不会怎样，你就可以去试试看，那就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学员会接触到这些东西。那所以说，这些新兴型代毒品在这十几年快速串起，对我们警方是一个挑战，包括我们在查禁面的部分，包括在宣导面的部分，都要特别要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小孩。所以说，这样我们如果去预防这些，避免青少年学生去接触到这个新兴毒品，第一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请家长，如果说你去自己的小孩的房间，然后去整理他的房间去干嘛？如果看到这些他特别饮食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你小孩本来就不泡咖啡，不吃梅子饼，不吃这种新型的巧克力，他根本就不喜欢吃这种东西。突然有一天你去他房间整理东西，跟他聊天的时候，哎，看到桌上有些奇怪的一些东西，他不吃的这些零食放这边，你要家长要呼吁家长特别要去关心一下，问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哎，千万不要拿起来自己吃看看。不会，因为家长应该都不会，只是说家长去问一下说，哎，你不是不喜欢泡这种咖啡包吗？你不是不喜欢这种梅子粉吗？你怎么桌上有这么多东西？是谁给你的？去哪边买的？怎么来的？去多去关心一下，因为有些我，因为根据我们统计，除了好奇心之外，很多的这些毒品的来源都是朋友或是同学拿给他的。他对我说是蛮好玩的。同学说，哎，这一包梅子粉吃起来漂漂亮的，很好玩，没有怎样，他就可能会带回家，就放在他的房间的书桌上等等这些。所以说，家长去自己的小孩的房间都特别他有没有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回来。第二就是说，他在交往的过程之中，就是尤其在暑假期间，他出入哪些地方，跟哪些人在一起，哦，这特别要去注意到他的动态。因为我刚才讲到说，这些地方，这些我们所谓的比较不妥当的这些营业场所，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那当然，其他一些场合可能一些朋友、同学，透过视讯或者透过一个网络约他出来，在外面可能有些提供他这些等等，也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说，还是要特别呼吁家长，在这个暑假期间，真的要特别要注意自己小孩在外面的一个动态，包括他带回来的东西。那避免这样去误食的话，也要提醒这些青少年学生，就是说来历不明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去尝试。所以刚才主持人讲，不要说，哎，这个蛮有趣的，哦，千万不要说我去尝试看看，哦，因为这些贩卖毒品这些人就用这些话术话语，就是要让这些青少年学生，他一旦去碰触到这些毒品以后，他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些药物有一个成瘾性，当他成瘾了之后，他要回过头来跟这毒贩要的时候，这毒贩可能会跟他讲说，我第一次让你试用，那你这次要跟我拿，可能要钱或者要去有做什么事情，他才会给他这样子。所以说有些非法的情势就会产生，所以说也要特别要提醒家长还有青少年学生，特别要注意新兴毒品这一块。
是，哎，这一块真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因为我知道很多民众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吸毒之后，就真的很难，不管花多大力气，就很难戒掉这一件事情，所以真的要彻底的来预防哦。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卫兵，我们的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青少年朋友啊，除了这些毒品的这些诱惑之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想要自己骑车看看，开车出去看看是不是这样无照驾驶。哎，这个刑罚也是蛮重的。好，谢谢主持人哦。我们都知道，我们基隆市的道路特性就是路幅狭小哦，那单行道很多。那这个山坡地也占了总面积的93%，所以啊，在普通重机啊，在基隆市的居民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那暑假将到哦，那在统计我们去年112年哦，整年度。这个青少年，也就是13岁到17岁无照驾驶，这个发生我们交通事故致人与死伤的案件哦，总共有7267件，而造成40个人死亡，那6391个人受伤。那相较我们基隆市的青少年，我们也无照驾驶的肇事案件总共也发生108件，占全国的比例是1.5%，那造成2个人死亡，这也占了5%。94个人受伤，哈，这也占了1.5%。那虽然我们看起来比例都没有超过5%，哦，但是相较之下，哦，这个也造成了将近100个家庭的破碎及伤害。那至于我们无照驾驶，哦，会怎么处罚？大概可以分成行政法及刑事法。那行政的部分，哦，我们行政法的部分，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耳熟能详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1项1款，哦，处以6000元以上24000以下的罚款。那这个部分呢，啊，同时还会再处分这个车辆的所有人。那车辆所有人他允许这个无照驾驶的小朋友骑出去，啊，可能还要负担这个吊扣牌照，第一次就吊扣1个月。那5年内违反2次会吊扣3个月。那接下来如果是5年内违反3次会吊扣6个月。那同时这个我们驾驶人及法定代理人还有监护人，同时还要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另外我们来看刑事法的部分，也就是大概就是我们刑法的过失伤害罪，刑法第284条规定，就是依过失伤害人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致重伤者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以下的罚金。那我们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6条也有规定，如果是无照驾驶，哦，那致人于受伤或死亡，依法应该负刑事责任，哦，那可以加重其刑至1/2。那这是我们行政及刑事的处罚部分。那如果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还有一个就是无照驾驶保险不理赔。我们都知道目前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有强制险跟第三责任险。那强制险的部分是只赔人不赔车，那第三责任险就是要看投保的项目还有额度，但是很抱歉哦，我们这个无照驾驶强制险及第三责任险都不会理赔，就是要自己勾勾塞，是真的，所以千万不要无照驾驶，因为真的出事了，很多事情要后续处理，最重要就是连保险公司都不会理赔这一件事情哦，那就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惠煌组长副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警方接受民众有关性影像外泄报案的处置作为有哪些呢？好，谢谢主持人。我想最近这两年，其实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就是性影像。那这个性影像移除是卫福部的主责单位。那根据这个卫福部调查，近年来就这两年来，性影像的案件有大幅增长的一个趋势。那我所服务的单位是在妇幼警察队，也是受理这个性影像的处理单位。那我们在看这些案子当中，其实我们有点讶异了，有点讶异了。那卫福部是根据他的调查，就是说裸聊的部分，那是同性异性之间的裸聊是现在好发的。那因为大家也现在就是暑假期间，那我们的国中、高中可能经过大考，大家会比较放松，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社群软体其实太发达了，
那你要上网交朋友，认不认识要交朋友，要连结来讲，非常方便。那再加上以现今社会男男女女的这一些就是性观念各方面其实是比较开放的。那我们在看这些案件哦，事实上有的对方都只是在网络上，那个名字到底是真是假不知道，那个影像其实有时候是真是假也没有办法分辨。那要骗人的这一方哦，其实都有很多的话术跟很多的一些技巧，好，然后再加上裸聊，大部分是什么？在家里那种比较隐秘、隐私的空间。那在家里大家都比较放松嘛，那放松就会比较聊得比较开。有的我们在看这些案件来报案哦，甚至是短时间不认识，就两三个小时接触就裸聊，好奇特哦，就裸聊。其实案件数还蛮不少的。那刚刚在讲的一个案例哦，就是其实这个女生哦，她就是连结上一个男生啊。这个男生事实上看起来是其貌不扬的，其貌不扬，但是身材是不错的。那那个男生就跟她讲说：“哎，这个家里，他这是一个借口。然后家里说：哎，家里那个冷气坏掉了，那我上衣脱掉好不好？”那那个女生也想说。男生其实 裸露上半身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的，哦，然后他也讲说好，那你在你家里随便。那这个女生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因为这个男生其实长得不帅，对他是没有兴趣的。那后来当这个男生衣服脱掉，八块肌跑出来，哦，因为他那个有截图那个影像，八块肌跑出来，身材是不错。结果后来这个女生看到那个。肌肉跑出来，他其实他在笔录上有讲一件事情呢，他说吼，男生有肌肉就好像女生有胸部一样，那女生也其实也挺敢讲的，他看到那个男生哇这么壮硕，就心花怒放，然后话题大开，然后话题大开，然后越聊越深，然后男生也用一些话术引诱他，然后女生也裸露上半身，然后还拍出一些。不雅的一些照片，那这样聊聊聊聊聊一阵子之后啊，男生原形毕露了，开始性勒索、恐吓、性勒索。之前就约他见面了，那后来这女生其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变成骚扰，变成骚扰，后来进阶变成恐吓，开始说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有摄入到一些东西，女孩子吓一跳，因为聊天大家聊得很开，但她听到摄入，这个女生有警觉了。那后来女生不理她，不跟她对话，结果男生就传了一些照片给她看，这些照片呢是他们在裸聊、裸露上半身的照片。啊，女生想说啊惨了，有东西在她手上，而在她手上的时候就比较。任他予取予求了。那后来这个女生其实一段时间之后吼，看精神科，看精神科，她遭受到恐吓，不是只有针对她，还有传给这一些影片，传给她认识的人。那后来她就到警察单位来求助了嘛。那求助了之后，我们就是接到这个，事实上我们会先联系。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个性影像跟性侵害来讲，我们的流程是一样的。第一个，我们会选择同性的原警，他会比较愿意讲。再来，我们有一个温馨的这个询问室，哦，然后他会比较放心，然后还会取代号。那依据他的需求，请社工，因为社工他受过这一方面专业的训练，他们在安抚当事人来讲，确实有他们的专业技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讲出很多嘛。那我们就是帮他上网，卫福部的专属网站，然后登录。哦，他就是跟这个男生啊，什么时候联系啊，用什么网站啊，然后网站的名称啊，哦，然后帮助这一位被害人下架他的影像。
但是这里要就是呼吁跟提醒，因为现在的这样的网站就是如雨后春笋，真的很多，而且都设置在国外，造成这个性影像在下架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所以在这边提醒就是说市民朋友这个不认识的人真的千万不要冒险做这样的事情，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裸照给裸出去。那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四位专家来跟大家呼吁一下，在暑假期间要好好的来保护自己。是的，我想暑假期间呢、不管是莘莘学子打工了、或者是一般民众啊，我想都有机会接受到这个诈骗的讯息。那诈骗集团常常就是不外乎透过这个相关的通讯软体来传递相关的一些诈骗讯息。那第二部分就是管好你自己的账户哦，管好你自己的账户，这样你就会避免成为人头账户，或者是沦为这个被这个诈骗的这个被害人。所以如果有接收到相关的，你觉得可疑，你就多查证哦，不要顺着诈骗集团不管是提供给你的简讯或者是他的指示去操作哦，有任何问题你就拨打165或110。那恰许，是我们的副队长。那我们这边哦，在呼吁我们这个所有的观众啊，暑假将至啊，不管是家长还是小朋友未满18岁的，没有驾照就千万不要去骑车。那家长也要特别关心自己的小孩。另外哦，在这边也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现在基隆市警察局正在推动这个行人友善的专案，所有的用路人、驾驶人哦，经过各个路口，务必要遵守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号志来行驶。那经过路口一定要让行人优先，这样才会确保自己跟所有居民的这个安全。是，真的要好心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组长，是的，少年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在这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请家长多注意自己小孩在外面交往的动态，那多陪伴自己的小孩去从事正当有益的休闲活动。是，谢谢副队长。感谢副队提醒哦。现在家暴案件哦，性骚、跟骚，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哦，我想都有非常完备的法令哦，可以保护。那呼吁市民朋友在如果呢，万一有遭受这样的侵害，千万不要隐忍，助长这些加害人气势，尽早协助警方及专业单位的协助。以上。是，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哦，带大家看见我们的警政系统努力跟民众一起来营造更和谐、更友善、更安全的社会。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谢谢四位来宾，我们下次见喽，拜拜。